啊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老贝啊！各位，台大的年轻人，好，开始点名过来。好，好，小心哦。啊，对，好，小心脚，小心脚。谢谢大家，加油，加油，我知道有赢，让你站立，朋友赢。一起跟年轻人拼台湾的未来，让台湾的未来，我相信。大家好。没有权力的人民感受到的压迫也越来越沉重。上来了！各级不办加大限制，倒采茶树，再用国有地盖违建的严清标家族站在一起。我要跟大家说，严清标家族好了啦，好了啦。我们看到，这就是柯文哲跟他们站在一起，柯文哲正在做的事情。谢谢你们，讨厌牛郎了。